真耶稣教会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，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一章一节，哈加利亚的子尼希米的话记在下面。阿达色西王二十年，基斯留月，我伫苏珊城的王宫，迄时。有我一个兄弟哈拿尼，甲古来人对犹太来，我问因遐受掠倒来，所存逃脱的犹太人，甲耶路撒冷的事情。三十，因对我讲，遐受掠的倒来，所存的人伫犹太省拄着大患难，受凌迟，佮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后火烧去。四十。我听起这的话，就坐伫天口，悲哀几落日，伫天顶的神的面前，禁止祈祷讲：耶和华天顶的神，至大通行为的神啊！你对爱你、受你诫命的人，羞辱是自爱。那阵，愿你目睭看，耳孔听，你的罗卜每日伫你的面前，为你的众罗卜。以色列的百姓来祈祷，承认我以色列人对你所犯的罪，我甲我老爸的家拢有罪，我对你所行的真是邪恶，无遵守你托罗伯摩西所命令的诫命，律例典章。八十，求你纪念所命令你罗伯摩西的话，讲恁若犯罪。我就将恁四散伫万百姓中，总是恁若归恩我，接受尊敬我的诫命，恁受赶散的人，虽然伫天边，我也要对遐将因聚集倒来，带到我所敬立作我的名的所在。十节，这拢是你的罗卜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气力、甲大权能的手所救赎的。主啊！求你按耳孔听你罗卜的祈祷，甲喜爱敬畏你的名，众罗卜的祈祷，和你的罗卜今仔日行通，在王的面前得到恩典。我是做王的酒井的。